大家应该要紧密的配合，大家要团结，来消除这一个坏的理念。所以我看到有奇奇怪怪的人在那边，他们就会联络警察。这个就是 Crime Watch Group 的目的，不是抓贼，但是防贼了。好像如果这些贼知道哦，我们有守望相助在那边，他们就不要来了嘛，因为他们知道你有人看着他们嘛。所以这个 Crime Watch Group 呢是很好，所以白天晚上呢警方都在那边巡逻。我看这些人也不会跑回去阿郎区了，他们就是把这些毒品呢放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呢有人去收了。我觉得家长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的孩子，要给他们知道这个毒品的这个坏处。所以在往后的日子呢，我会以巴拉湾市议会呢跟这个 AADK 配合了，做一些宣传的工作，给人家知道毒品的害处，对啊。那么主要呢给这些年轻人知道毒品的坏处，这样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要等到我们的社会人士呢明白我们大家都不要毒品在市面上啊，这个那个时候呢才能够解决问题。